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？采访中止。我自拍是后期 CG 画的，各位不看那老板是带着一个你，怎么一大笔钱没有了？哎，你今天吃怎么这么少？那还不是你们没给我发餐费吗？你太节制了吧！哎呀，只能吃这个。哎，你看我们摄影师还给玉米特写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我们是昨天去环球影城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我看到你们发照片了。这么多人去，好，先给你看一段小视频啊。是谁没有来环球影城？看过我们的 team 这么多人啊！我们就是只一小部分，我们组的 team 好不好？真的组，真的。你们怎么全是单身女士去的呢？对，还都是单身，对，我们都是单身。你们玩的啥呀？没有，就是过山车什么的，我在那疯狂尖叫。有他的那个过山车的视频没有？他这么就都害怕。不是那个侏罗纪是，还有也是过山车吧？不是，哎，有点拿上面。它里面是坐了一个车是吗？然后里面每个是有一块一块的，对，然后你转，还有上啊下啊什么的。沉浸式的，对，沉浸式的。我知道，我在某音平台，我看过视频。啊，你们去威震天了吗？哎，那个擎天柱还是威震天？威震天。好了好了，有点伴手礼带给你，就是衣服慰一下你受伤的心，你自己看吧。哦，我知道这个什么。是那个拐杖，就是那个魔杖，是啊。哎呀，这应该很贵吧？这个在里面。工作室有钱，对啊，我们有钱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为什么给你买这个？你不发现他眼睛跟你一样吗？什么一眼？什么呀？眼睛大，好不好？眼睛大。这什么颈枕？对啊，颈枕，然后还可以戴头上的，剧组间隙可以戴，这真的还不错。剧组哪有间隙啊？天天工作。嗯，这个怎么跟他们的不一样？哎，没有最热门的，好吧？哈利波特那几个热门都没了。他不是可以发那个光，就是有亮的吗？那款肯定挑没了。他都不会亮啊！食死屠马手，这是好人的权杖还是坏人的权杖？那应该就是坏人的。坏人的不要。可以。就是为了弥补我幼小的心灵，我还有机会去吗？等你拍完应该有吧。等杀青了。对，马上就要杀青。嗯，期待啊，期待了，期待。嗯，昨天导演发的那个，看到爆破，这炸的也太狠了。而且我当时有什么安炸点，还直接在武器上安，然后我每挥一下就爆一下，挥一下爆一下，我那个耳朵就哐哐哐。对，而且还有，我就在一个房间旁边全是炸点。他会有什么飞镖走进来，然后我就在旁边哒哒哒哒哒啪啪啪，然后我就各种闪。我天哪！肯定巨帅，到时候出来。啊，我们开始问了哈。哇，还有问题啊？这是我们是正规的访谈栏目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是新栏目开张，好像反响很好的样子。不是，我们这是栏目吗？有投资方吗？你要给我们招商是吗？我们投资方就是徐一宁老师。对，徐一宁老师出资，好不好？宁哥出资。您哥是那个象山弄煎饼摊投资我们节目。好了，那个新栏目开张，你给我们想一句 slogan 或者寄语吧。嗯，希望会越来越好。嗯，你好官方。那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月在剧组的趣事吗？此处也停顿了几分钟。停顿了半年。Many months later。每天中午，不是每天了，就是中午。导演会请我们吃面，自己做的。那个好吃吗？是啊，他自己做的还是他叫人做？他叫人。导演除了会埋炸点，我还会做面，好会哄小孩。说好十年后再发微博，你怎么又自拍一面了？压力太大了，被大家逼着发了。他们老催着我更新微博。是的，工作是日常催。那我先评价一下你自拍技术吧。满分。有人说你的自拍是复制粘贴，你有什么要回应的？我自拍是后期 CG 画的。自己拍还是就是把自己磨，就是那种糊的手抖的感觉，你每次都是。那是高级，那叫高级的艺术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不懂的都叫艺术。对。只可意会不可言。对，只可意会。我牛排到了。Yeah. 眼睛又瞪大了。采访中还有加餐功能。对啊，还有加餐哎。牛排。哎呀，直接采访人走了，这个钱给我。采访中止。嗯，来吧。不是变吃播节目了？那你有什么最近想解锁的新的自拍姿势吗？没有。看过那个，这就给你吹的彩虹屁吗？
什么彩虹屁？什么？彩虹屁？彩虹屁？没有啊。那比如说让你念一段别人对你吹彩虹屁，你是 OK 的吗？不 OK。 好了好了，您可拒绝了我们的要求。好了好了，你念一段吧。念不了。我点评一下，点评一下你们的文采。清晨阳光，读了读了读了。什么什么东西啊？而他带着一个你。我就是，你一个受不了了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现在不是锤着写实。那最近香山变冷了，你在冬天有什么最不能缺少的东西吗？手机。那夏天也不能缺少手机啊，对不对？羽绒服啊，你要送我一样吗？丢丢要吃鸡也是可以考虑的，毕竟我们工作很有钱，大户人家。对，我看看老板是。我自己口袋掏，到时候找我们报销。对，工作室走的。我说啊，怎么一大笔钱没有了？看来有没有了。有一天你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猫，你会首先会干嘛？会先把河洛洛打一顿，然后河洛洛。除了这个今晚收工，还有什么想吃的夜宵吗？没有了，我要减肥。我一天只吃三餐，很健康的饮食。这第三餐是不是？第二次。晚上还有直播呢。给你机会让你们丢丢问题，你会问点啥？还有几个问题，就最后一个。对，就是这个问题，这就是他的问题，这就是我要问的。让我安心的吃个饭，长身体。给大家 say 一下 goodbye， 就结束。拜拜。